这时间给大家带来一首我的滑板鞋。International 的那种 feel，萨姆星，我都已 forget 他，但我现在还记得。在玩耐看，我的 mother 问我今天怎么 no happy， 我说在我的想象中，哎呦我，哎呦我去，有一个滑板鞋，整个城市找遍所有的 street 都没有。他说将来会找到。去了第二个星期，这里的 people 称它为魅力之都。汉姆过得很快，夜幕就要降临。我想我必须要撸管。当我正要撸的时候，哎，看到一家专卖店，那就是我要的滑板鞋呀！我的滑板鞋翻身翻身追翻身，刚过的路上我情不自禁，撸撸撸撸，在这光滑的大火炕上撸。下我看到自己的穿了什么，有时很大，哎，有时很小，感到一种力量驱使我的右手，有了我的右手，干啥都不怕，一下两下，一下两下，一下一下是爪牙，什么鬼的步伐？是魔鬼的步伐？是魔鬼的步伐？噜噜噜噜，我给自己打的节拍，这是我生命中，哎妈呀，老好的时刻了，我要完。我最喜欢的撸管，这是美丽的天花板下，这是美丽的大火炕上，我告诉自己，我操，一下两下，一下两下，一下一下赤爪牙，什么鬼的步伐，撸撸，借着光滑的大火炕上撸，什么鬼的步伐，什么鬼的步伐，一下两下，一下两下。